观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。社群媒体最重要的两个事情就是社交、人际沟通，是或是运用这个平台，是把讯息散播出去，是。身为口传系的一员，表达能力绝对是一个核心技能。我们世新人是一手麦克风，一手拿筷子，爱说又爱吃辣。对的就是那条街和那个巷子口。期许大家在未来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全世界 ，Go Go！